有足够的分量在发表会中压轴，并且让全世界的玩家惊呼不已的任家招牌，除了魅力无远佛界的任天堂明星大乱斗之外，大概也没有几款作品有相同的分量。相信有很多玩家买了 NS 就是在等这一刻吧。虽然以目前的情报还无法判断这会是完全新作，或者是先前 Wii U 版本的强化移植作品，但从影片当中可以确定，至少会有来自《七弹大作战》的 Girl 和 Boy， 以及《塞尔达传说：旷野之息》版本的林克这些新参战角色。而且也确定游戏将在2018年内推出，并支援中文语系。看看菜花枝见到大乱斗标志那惊恐的表情，就知道马里奥与林克这些大前辈肯定是不会让这些菜鸟们好过的哦。